得先消磨它吧。再破一次，它就有破。它该不会要出来了吧？撑出来，撑出来，好酷哦！我得下小木炭堡。它真的吗？它这种可能出不来了，因为你一直摸它，所以它就太开心，迫不及待想出来了。天不能轻轻摸，他太想出来了哎！他该不会一次就破光了吧？他就破了哎！哎，你看，啊，好大缝哦！好大一个缝哦！对啊，还真大。还是真的想出来耶！真的，他太想出来了。对呀、啊。还真的破洞。不要靠弟弟，我把它布置开。哎，你看这边，这里呀、啊，这里，哇，又来一个了，又来一个洞，我也是没用了，我要让它破，我要想让它破，我想摸摸它，我还是想摸到它。我花地板好了。为什么？对，我想花地板。阿拉巴拉，阿拉巴拉，来过。好期待，他不晓得长什么样哎。我不知道他是想什么样，应该想出来找我了。对啊。他也是想我。他也是想你哦。我可以帮你唱摇篮曲，爸爸睡，乖乖睡。有点心肝，小宝贝，乖乖睡呀，乖乖睡。你要唱好听点，不然他会吓到不敢出来。哇，他不动了，因为你唱不好听吗？好啦，还是很好听，很好听啦，对不对？乖乖睡啊。他睡着了，他可能觉得扑到累了。他动起来。有吗？我刚有听到他出来，哎，有声音啊！他现在。他睡着嘞。对啊。会睡啊。他起来了吗？来了。对啊。又睡着了。他睡不着。又睡了。贪睡。贪睡。他太贪睡了。他可能觉得敷的也会累的吧。他怎么一直说那声音、啊？那铺的还真不多哎、欸。真的吗？对啊，铺的蛮多的啊，他应该快出来了。对啊，他是要抢一个出来。我打算看他出来。他又睡着了。对啊，他还真会睡啊。
有点累了，他这样在睡觉了。求你扶，求你扶，求你扶，求你扶。等，我让他冲完回去。哎呀，在睡觉了。他等下冲完回去，他等一下才能。